大家好，我是 Double Spider 的 Andy， 今天我来到了曼谷。来到泰国曼谷，你们一定不想错过他们的寺庙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卧佛寺，里面有个超级巨大的卧佛雕像，据说这间卧佛寺庙也是全泰国最古老的寺庙哦。这里就是这个卧佛，它全长46米，身高15米，也是在曼谷寺里面最大的一尊卧佛。这个卧佛寺走完之后，再走一段5分钟的路就可以来到这个码头。来到这个码头，只需要花一个5镑，就可以搭这个船到对面的河去，然后就可以来到这个镇王庙。镇王庙也称黎明寺，是个泰国王家寺庙之一，有着泰国埃菲尔铁塔之称，也是旅客们都会来打卡的曼谷地标之一哦。OK， 现在我来到这个就是这边的镇王庙，也就是主打的地方，也就是这座塔。而且这边的这个建筑听说好像是已经很多年的历史了，所以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。接下来我们到了耀华丽路，这里是泰国华人主要的商业贸易中心，也是东南亚里最出名的唐人街之一哦。据说这条路外面这边这条马路呢，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好像是会有摆摊去外面的，所以你在这边可以吃到非常多的那种道地的美食啊。泰国感觉就是这样嘛，你一边走一边吃，好像那种这些小吃开始了，开始营业了。虽然说我来到的时间有一点早，但是在耀华丽路夜晚才是可以真正的感受得到满满唐人街的魅力呢。现在我的人是在这个 Icon Siam Shopping Center， 这个 Icon Siam Shopping Center 呢，他们是在2018年建起的，据说这边有非常非常大的室内夜市。如果你走腻了泰国室外的夜市，你们一定要来 Icon Siam 这里看看泰国第一个室内夜市。这边是 Icon Siam 的外面，这边啊它算是一个码头，你可以买船票，然后自己上船，这个船好像是可以绕这边的湖一圈那样子，然后你可以享受它船上的服务。这边呢就是那个很出名的泰国的水上市集，有很多 package， 有些是好像可以包括去看动物园啊，去骑大象，或者是按摩的景点，或者是玩枪的也是有。我们今天选的是单单只是去这个水上市集吧，就要1500巴，有2000巴，有2500巴，有3000巴都有。来到泰国怎么能不来体验他们当地的水上市场呢？Dam Nyon San Doa Floating Market 是曼谷两大超人气水上市场之一，我们来看看水上市场到底有什么东西吧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 Asiatic，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最特别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栋超级大的摩天轮。据说呢，在这边除了可以看到这个摩天轮以外，它这边还有很多夜市等等的东西。Asiatic Night Market 也是我这次来到泰国最喜欢的夜市之一。这里是属于码头夜市，到处都充满了异国和休闲的风情。这里当然少不了美食啦。我们吃到的这些泰国美食，每一样都是超级棒的。
到了夜晚，阿夏蒂也有种说不出的神秘感，到处都非常的热闹。我觉得夜晚才是阿夏蒂真正特别的时候。我刚才那边超级多人了，我完全不想去那边。刚才我比较早一点来的时候，好像差不多四五点的时候来的时候就还好，就是不会那么多人，所以大家想要在比较少人的情况下享受这个阿夏蒂的风景的话，建议你们五点多来，五点多来的话应该就差不多。这里是属于比较夜生活的人来的，我可以这么说，因为到处可以看得到他卖酒，而且卖美食、煮草等等的都有。小吃的话会比较少啦，比较没有像夜市那么多。泰国的四面佛，大家没去过应该都会有听过。据说这里的四面佛超级灵的，也是旅客们都会来的景点之一。走了那么多景点，别忘了在曼谷市中心里最集中的购物商场，也是很多女孩们爱逛的购物天堂啊。在这一区呢，就是泰国最出名的 shopping center 的 area。在这边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批发的衣服，当然还可以看得到一些各大的大牌子的鞋子啊、服装等等的，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。OK， 现在我来到这间夜市，叫做 Job Fair。大家还记得以前的 Rachada Market 吗？ COVID 的时候好像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他就改名连搬来这一里，地址我会放在下面了，你们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在这一边的市集就是我们所谓的泰国市集那种感觉，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看到好多海鲜，看哇，大家都会来这边就是享受在这边的泰国正宗的夜市。对，这个它的排骨来了，它的排骨也是超级大个，它味道是带酸的，就是酸辣的那种感觉，很软，一咬就是入口即化那种。然后我们叫这一份其实是小的吧，我看到有些人他们叫 XL size 的，就是最大 size 的，那个才可以做得到一座山塔那么高。如果你是肉食者的话，这个非常的适合你。OK， 来 try 一下它的生蚝，超级新鲜，就是大海的味道，大海的牛奶。除了在 Job Fair 吃吃喝喝，这里也有很多理发店、美甲店、服装店等的摊位，还有人气超高的水果西施本人也在这里啦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集影片，别忘了给我一个赞和分享给正打算要去泰国旅游的朋友们知道。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栏告诉我，下一次的旅行我该去哪里呢？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切干 crown 啦。